原标题：珠海航甲神秘大型隐身无人机现身，获了中国版 X-47B。 目前珠海航甲各参展方正加紧布展，参加飞行的表演也在加紧训练。澎湃新闻 3w.thepaper.cn 了解到，宇航展示出现了一架从未公开露面的大型隐身无人机。虽然无人机外表还覆盖着米彩色的帆布，但从外形上还是能看出该无人机采用飞翼式布局，发动机进气口在机身上方，且落架起飞后可收进机身内部，弹舱也采用埋入式弹舱。军事专家韩东向澎湃新闻表示，飞翼式布局是当下不少隐身无人机常用的气动布局，美国的 X-47B、 英国雷神、法国的神经元以及俄罗斯猎人 B 等都采用飞翼式布局。这种布局最大的好处就是隐身性好。隐身无人机通常搭载光电、雷达等探测设备，执行侦察、监视任务，设有埋入式弹舱的无人机还可以用于攻击地面目标。虽然无人机外表还覆盖着米彩色的帆布，但从外形上还是能看出该无人机采用飞翼式布局。本文图片用来肖宁射后起落架细节。和旁边常规布局的 ZH-10 无人机相比，隐身无人机的尺寸还是比较大的。起落架旁边的埋入式弹舱依稀可见，前起落架的舱门采用了锯齿状设计，说明这架无人机细节设计也非常重视隐身性。作者：澎湃新闻谢瑞强。